我们是全球化工制造业集团，始终奉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。我们的足迹遍布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，半数收入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。出色的运营和创新能力为客户带来极大收益。我们在核心业务方面具有深厚资质，成为市场内各大客户的专有合作伙伴。创新是我们增长的原动力，全球各地分设了五个研发中心，并与多家第三方机构通力合作。我们对化工行业的远见卓识，意味着我们在拓展业务的同时更具责任心，有助于人体健康和环保的项目属重中之重。罗蒂亚经营之道是管理流程中密不可分的一环，它表明了我们对六大利益相关方的承诺。这些职责要求为我们的所有业务活动指明了大方向，责任和业绩是整个集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。Rhodia, chemistry is our world, responsibility is our way.